桃园市复兴区区长补选结果出炉，新任复兴区长苏卓喜曾经呢在教育界服务将近有28年，也担任过原民会的副主委。他说自己会争取中央还有市府的资源，提升复兴区的区政建设和观光发展。桃园市唯一原住民自治区复兴区长游振英在8月病逝，桃园市选举委员会办理复兴区长补选。参与补选的候选人有三位，分别是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陈英、曾任原住民族委员会政务副主委的苏卓喜，还有前复兴区长的曾志香。经过选举后，最后当选的是无党籍的苏卓喜。苏卓喜说，上任后会努力让青年返乡，并将智慧科技运用在区政治理。青年的返乡啊，怎么样创造好的条件，让青年回来复兴区？那第四个啊，希望透过智慧跟科技的导入，让我们的复兴区各个产业能够有更有效的方式来推动。苏卓喜出生于教育界，担任教职将近28年，曾任复兴区界首国中、桃园区文昌国中校长以及大成国中校长。办学期间提高升学率，增加学生人数，成效卓越。他希望将办学经验运用到地方部落，将文化和教育做好。文化教育要做好，好文化是我们所有在生活上的各种点点滴滴总额，那有文化的特色跟特性，才可以让我们的观光更有深度。那再来就是教育，那教育如果能够结合在地文化的特色跟脉络会更具地方的特色。苏卓喜去年曾经获得民进党征召参与复兴区长，以2高票落选。他答应复兴乡亲一定会再次参与，争取为大家服务的机会。这次补选改以无党籍投入，顺利当选。苏卓喜表示，上任后将会努力发展复兴区观光，推动农业扎根，结合市府资源，向原民会和交通部等中央相关单位合作，争取更多中央资源的支持，做复兴区最好的仆人。